天黑请闭眼。夏日美腿 PK 战，辣妹熟女杠上了。举手来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，你是一手对不对？我是 C 六哎。你是 C 六。那兄弟这样怎么可能均匀？你真的要均匀，你是要裸晒啊？包起来，这脸包起来，回去就是没有看到这里是白的。炎炎夏日，来场清凉的大作战。而今天的来宾有熟女代表 Vicky、严家乐和鸭子，海滩男孩陈志强和沈钟麟，以及三位年轻辣妹 Miso、Mina 和 Nico。究竟熟女们会眼红这些年轻貌美的辣妹，把他们杀得屁滚尿流吗？还是会为了奖金引起内斗，自相残杀呢？而夹杂在其中的两位男士又该如何周旋呢？大新艺人什么时候会加那个尾音呢、啊？就是想说打扮蛮像啊，蛮像的。OK， 好，看了新雅，大家就知道充满了夏天的气息。耶，来啦！来跳草裙舞。OK， 好，那不过刚才呢，导播镜头让那一拉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现场的画面非常不协调。不协调的原因就是好像大家来到了两个世界啊。对。那不过每次到夏天呢，就像新雅的打扮一样，大家都觉得夏天的，尤其到海滩去，那你就一定会穿的会比较清凉一点，因为海边嘛，对不对？哦 ，OK 啊。那接下来为您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夏天会有什么样一些娱乐的活动。嘉乐，你如果真的去海边会穿这样吗？真的。不是下水、啊，因为年纪大的人哦，他们皮肤容易上火。不用，你先强调。然后那个好不好？你会没有？我只是说，譬如你不要对号入座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继续。所以很多女孩子会怕晒黑，所以去海边都会穿的比较长袖。你像他们这种年轻妹妹都无所谓。那现在只要擦防晒乳就可以了。对呀、啊，不是这样才是一种智慧。你何必还要擦防晒乳？你就不要晒到就好啦。那你就干脆不要去海边就好啦。可是我们还是要去享受大自然。加了加了，但是你这样上半身都 OK， 但你这一件内搭，对啊，你要看是不是？今天内搭裤的意思是在什么叫做智慧？是不是？它可以伸缩好吗？我怕晒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拉下来。等一下，你先站着。所谓的智慧呢，原则上到了海边要看智慧的话呢，这边就是好来 ，Mina， 来一定要站出来。哎呀哎呀！哎呀哎呀Oh my god！ 完蛋了！小蛮腰，完蛋了啦！完蛋了啦！小蛮腰叫我做代表吗？我好怕。夏天就是要晒得很健康，小蛮腰就要健康的，好均匀哦。可是你这样怎么可能均匀？你真的要均匀，你就要裸晒啊！我就是。我可以脱掉，我有特别穿比基尼，这可以脱的。那你应该想，这好像两个。大婶，大婶，你这样子不是这样，你这样好像是妈妈在管女儿，你知道？没辙。好，来，谢谢。你说的好，这样真的很像妈妈觉得女儿怎么搞的，穿那么少，穿那么少，真的。但是我真的要讲到说到海边去的话，那 Vicky 你这样千万不要去。为什么？不是你这样去的话，真的会。我很 OK 啊，而且你很不搭哎 ，Vicky， 你站起来，芙蓉海水浴场都会有一个阿尚背什么点灯，点灯就穿着，但是我还是有海滩裤，对，而且海滩裤好可爱哦，不是哦。就是你不怕晒腿，但是你怕晒。对，而且我本身其实说实在的，下半部分露下来会比较好看一点。哎呦，他很骄傲，因为七哥也说 Vicky 的腿漂亮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只能去海边露下半部分。好，那既然要这样的话，那谁要来？要来了吗？米手来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，你是米手对不对？我是西路啦。犀利人气 Vicky 的美腿保养有道，现在要和年轻辣妹 Miso 来较劲了。好，来来上上。七哥说 Vicky 的腿非常漂亮。哇哦，真的哎，漂亮哎，漂亮哇！哇哇，哎 ，Hello 哈。对啊 ，Vicky， 那你为什么要穿这么多呢？不是因为吼，你要看镜头讲。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上来等一下。
熊贴吧。因为妈妈比较怕上半身脸晒黑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因为有时候啊，我们有时候要什么保养品什么要代言之类的，就是怕脸会晒。年纪人讲话做事，可不可以直到脚就好 ？Micky 姐没关系，你这样子晒哈，她也是跟你穿长袖，可是她会晒出一个洞一个洞。对对，是不是？好肉架，好肉架。而且，来，谢谢，来，欢迎徐文。哇塞！哎，不过鸭婷讲的对，他那样晒起来的话很惨，而且他的不像烤肉酱，他的那个毛料感觉真的很热。哦，那 Nico 也是，他真的很热。你们都喜欢烤肉架，我们都是完全做好，我们没有晒不黑，我们衣服脱下来之后，哇，还晒不黑。鸭子，恭喜他，可以了。鸭子怎么样？鸭子，你要干嘛？鸭子，你要干嘛？鸭子怎么样？你在找哪一鸡吗？没有，他脱了外套也不知道要干嘛，算了。接下来就要请各位一个一个看，待会儿你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什么角色，这一刻就决定了哦。来，我们从志强这开始，好吧？好吧。来，志强，请。正义的化身，哼。好快啊！看完了。然后那个表情动作这么快速就做完了。对。好，来，接下来从这边来 ，Nico， 我要来一句，就是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还是我可以不要就做表情就好了。你可以跳跳舞，跳舞吗？哇哦！哎，就这样蒙过去嘞。对，然后他的重点就摆在肢体动作。他有脸红，脸发红，他有脸红。好，那脸发红表示。角色怪怪，角色怪怪的，你们现在都用角色怪怪的 ，OK， 好，怪怪的，来 ，Mina， 请。咦，他刚刚怎么面露凶光啊？每次都这样，对，每次都这样，每次都这样，你想每次都这样，都平民哦，是这个意思？好，我们每次都平民，真的好像是。OK。对，我每次都平民，心虚啊，很难过，感觉这次要闹了，不要再闹了。我适合说谎哦，完了，这下才讲几个就露馅了。我不知道是怪怪的，用不到我去猜，大家都看出来了。来，米索，请。米索西拉多。这个没有露馅吧？对啊，这个很明。因为看得出来他强制镇定，然后把整个脸皮要绷得很紧，一点表情都不能做。来，钟离，请。哦，什么？发什么疯？很多戏。他那个哦，他是不是故意做的？太做作了，他很想要玩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哦，你在每一个角色来说，这个哦都不对。你如果是平民的话，你哦，为什么？抽到平民应该要开心，只有抽到杀手要呕。那你如果再抽到杀手，你真的抽到杀手，你呕出来，那你不是自找苦吃吗？所以他呕怎么呕都不对，有可能。可是我觉得钟离那个呕是他在一开始就心里想好，不管抽到什么，对，他就要做这个动作。对，只不过到了志强嘴巴里面，每个呕都不对。对啊，不然我们从下一个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因为每一个我若呕，你知道每个角色都会被怀疑。哦 ，OK， 那你为什么要呕？哦。就是哦一下哦 ，OK， 哦一下，没有什么感觉。好嘞 ，Micky， 那我们每一个都哦好。好，请。哦。你喜欢豆子吗？我喜魔奖吧。哦。好难猜哦。好，来嘉乐。好难猜哦。请。怎么样？嘉乐。你都哦几嘞哦？有没有怪怪的？嘉乐姐，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我很厉害？没有那么厉害，我忘了。他是剧场，好可怕！硬的没有那么厉害，硬的没有那么厉害。而且他在，你在，没有那么厉害。他眼睛把他杀了。我们待会在过程，你就可以欣赏到，包括嘉乐在剧场硬底子到底那个底子有多硬的那种，超硬的，真的。他可以变半自如。不要这样，我等下被杀怎么办？演技就算好，抽不到那个你也没用啊，就白白被人家杀死。所以你就抽平民对之类的。哦 ，OK。怪怪的平民。哦，怪怪的。怪怪的平民。来，鸭子，请。什么？是这样？这什么意思？太花俏。鸭子，你不要把牌先给我们看。对，真的。侧一点，对。哦。请问一
妹啊，是抽到什么角色会是这个歌？还没，因为刚刚有哦哦的关系。哦，应该。原来抽到平民的人都会发出哦的一声，而实力坚强的杀手陈志强能带着 Mina 将正义方赶尽杀绝吗？天黑，请闭眼。杀手现身，请睁眼。阿罗哈！杀手，请杀人。阿罗哈！确认。因为志强哥他蒙着眼睛啊，然后他我不管我做什么表情，他都没办法看到，所以我就只好发号，就是一号咪手就把他杀掉。第一个为什么要杀咪手？是因为我只。大概猜得到严家乐是警察，那还有另外一个警察，我只能随机的杀到咪手，结果杀手请闭眼，警察现身请睁眼。警察请指认。哎，我快不能呼吸了，我靠！知道这意思啊？阿罗哈！警察请闭眼。天亮，请睁眼。阿罗哈。好，刚才天黑的时候，第一轮被杀的不是你。OK， 我起鸡皮疙瘩。不是，我问你，刚刚看了我还是看他？啊，不是他。小五哥刚刚看我。哦 ，OK。哎呀！我知道，小五哥每次先看到你，一定就是这一边。完蛋了。杀我！天黑第一轮，你害我的陈志强，是我吗？我跟你讲，不是你，严家乐，你要害我，绝对不是你，你坐下，今天绝对不是你，因为你就是杀手。屁啦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把话说出来，你待会杀我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。天黑的时候被杀的人，镇静到不行。刚才你们大家那个过程，好像事事与我无关。米手，你不觉得所有事跟你都没有关系吗？你从头到尾就坐在那，好像跟那个哎，请问制作单位，他有没有发通告费啊？有啦有啦有啦。哦，因为他话也不讲，然后坐在那边，刚才那段也跟他没事。但他打扮成这样也很有诚意了啦。哦 ，OK， 够了，好吧好吧，那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来，米手被杀。啊！杀我啊！你觉得谁杀你？杀了。你觉得谁杀你？看谁嫉妒你？我好像知道谁是杀手哦。好，沈宗林，你觉得是沈宗林？然后他来寻求啊。那你要送谁去寻求？不一定是你觉得杀手的，你看谁不顺眼。那就 Nico 吧，因为他穿的比我漂亮。哇，嫉妒心也太强了吧你？没有，而且两个都是洞洞。哦，他穿的比较少，然后他又穿的比较那个，对，他比较少。好，来把 Nico， 对不起，把 Nico 送去寻求。来，阿罗哈。今天的星球是天旋地转摆 pose， 受刑者必须在旋转十圈之后摆出指定的 pose， 究竟转到九霄云天外的受刑者会乖乖招供吗？夏天来了，大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转圈圈、打西瓜，还有擦安耐晒哦。你这样子好像宫女十八年呢。对，干嘛这样？因为擦安耐晒就安耐晒都没哦。就是要来转圈圈摆 pose， 就是转十个圈圈，有没有？转完之后你要立刻跑到前面这边，有没有？摆一个 pose， 很简单，什么 pose 呢？就是第一个先这个 pose。哇哦！转十个圈圈以后摆 pose， 对，摆这个 pose。哇！转来说是不是杀手？不是，转。人年纪大，光看人家转。对，是。哦，初恋。等一下，白胖子，快点去速。等一下，有点晕。感觉还好。等一下，看着你。好像
不是啊，我不是啊。不是，那就第二个 pose 这个。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没。讲话。哇，健美，健美先生哦。健美先生。而且表情要到位哦。哦。他表情是。真的。真的。啊，好，开始转。我确定我不是杀手，那你觉得谁是？我觉得是 Mina， 我要嫉妒他。为什么？没有，一部分啊。平民 Nico 这时点名了杀手 Mina， 算是帮正义方注入了强心针呢。进来，不要跟我讲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看你们在那边转，我有点晕。我也有点晕。我看都会有点晕。感觉好像快。可是 Nico 好像没有什么晕的。没有，我其实也蛮晕的，但是就是要硬要摆出那个 pose。所以他算是平衡感好还是不好啊？他应该是不好。不好不好。听说好的人才比较容易晕。那我很好。哦，真的好。哦，所以你很容易晕。对对对对。哦，你刚刚看了有没有晕？我有。对不对？哦。好，可是刚刚再怎么样转呢 ？Nico 就是说他不是杀手。对。然后他觉得是 Mina。Mina。哦，好，但是。干嘛叫给我？你要离开以前，告诉大家，谁这么狠把你给杀了？你觉得？我现在也觉得是 Mina。你现在觉得是 Mina？ 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我闭眼睛的时候，就是有感觉旁边有动静。旁边有动静。哦。好线索，谢谢你留下线索。有可能是抓痒，没有来玩过，所以他们会稍微露馅一点。Mina 常来玩了。Mina 是有来玩过。不好意思，来玩才玩的。我也过他，纠正过我。哦。好，来先把 Miso 带走。谢谢 Miso， 魏真来。我永远记得你。平民 Miso 找到了他的仇家杀手 Mina， 究竟两位老练的警察能顺水推舟说服大家投胎 Mina 吗？陈自强故布一阵，严加了四个主席。你有跑票？想过来相信。你有跑票？因为我很诚恳，但是我刚讲，我只能够确定他是两个身份的其中一个。他可能是警察啦，但是不能这样讲我啊，好不好？但是你相信我不是？没关系，那你走吧，还有一个，好不好？杀手杀死了平民 Miso， 而杀手 Mina 该如何替自己辩解呢？ Mina， 他们说是你。我之前有来玩的时候啊，就因为我旁边的队友，然后他就发出了声音，然后我就觉得我绝对不可能犯这种错，所以我绝对会很小心这种事情。所以我如果是杀手的话，我怎么可能让他发现呢？ OK， 好，那你觉得谁是杀手？我觉得应该可能是。Aloha。怎么可能这么笨？那你觉得谁是？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对面，而且刚钟灵可能说，就是哦，哦，哦，很奇怪，哦，就根本大家还不知道的时候，他就说哦，我是哦这样子。他说是你，哦，你不要讲话。那你觉得是谁？如果不是你的话，你觉得是谁？因为等一下你们都讲完以后就要投票哦，票数最高的人就要直接出局，跟 Miso 作伴。Miso。OK， 杀手吗？对，你觉得是谁？嘉乐，为什么你觉得是嘉乐？因为他刚刚在看牌的时候，他说他不是什么都不是嘛， 对不对？
但他这边微微的抽两下，抽两下，三叉神经失调。他摸我这边，他说我不是的是的时候，这边抖了两下。注意的好，然后我叫台剧的演员呐，好就每个动作那么精准，所以你看出来了，这个也太硬凹了吧？对啊，除了那些男生不要月老人家就这样，好不好？你要真实的判断，对，我有真实的判断啊。哎，米娜是看到那个牌子之后，整个脸像疯。容易就这样啊！我上次来每次都脸红啊，我说好怪，没有那脸红，他不管看到什么都会脸红。对不起，你们现在好像是在玩团体战，这边一挂再打这边一挂的感觉，这样子很不公平。好 ，OK， 那嘉乐，我说真的，他刚刚看牌的那个真的很露馅，尤其是自强学他那个已经是接近100%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，我觉得为什么是那个谁被杀？米总，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敢杀我们。哦，先杀自己人，先杀自己，完蛋了！我怕下一局我们会被杀。真的，真的，我等下你们四个会有一个会死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那边的，就是你，嘉乐姐，你讲这句话，你不担心你待会真的会被杀吗？不可能。可是我还是要把我觉得谁是杀手说出来。因为你确定你下一轮不会被杀，因为你可以操控一切的所有，我不确定，但是至少你才敢讲出这句话。哎，志强，你为什么一直要针对嘉乐？不是因为我，我跟你讲，我也是都。我真的是凭直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我们都没来。志强，我们都没来。志强，到现在为止，前面有了这些线索，不只是直觉，以后你觉得杀手是谁？就目前我还是觉得是嘉乐。嘉乐 ，OK， 你们俩今天是杠上了，就对了。鸭子，你觉得谁？只能猜一个吗？只能猜一个，不然你要你要猜八个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下你要猜两个也可以。没有，下一轮被杀的可能就是我，我的几率最大，為什麼？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就是谁谁 ，Nico。为什么你觉得 Nico？ 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，其实刚刚脸红刷上来，不是 Mina， 是 Lee， 是 Nico。Nico 看完牌之后，脸就是这样刷上来之后，然后呢，他后来接下来，尤其我们刚刚刚睁眼的时候，他一打开这样。这样的意思，这样，你有没有发现他眼睛的那个轨道吗？轨道，他眼睛轨道，你再来一次。他张开对镜头，再一次对镜头，对镜头。你敢在嘉乐姐面前讲他眼睛的轨道？你看出来没有？我觉得不是很 normal， 一般会有一些平民牌的反应。就是你说那个眼睛的轨道是有特殊身份的人才会。他有在遮掩什么？而且 Nico 又第一次玩。哦 ，OK。然后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呢？他只知道装，装不是，但是他那个装不是太明显。我不管怎么样，我的表情眼神都是这样啊。哦，包括在等公车的时候。对。是啊，他都这么刁钻的，什么都这么刁钻。好，上大号的时候也是。对 ，Niki。你，我觉得年轻真好，怎么做表情都一样。就我们可能一笑，那个皱纹就跑出来了。然后一讲话，人家就说：“哎，你这里在抽抽烟。”因为年纪，那个前面曾经在抽掉，哦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年纪。那你觉得是谁？我觉得是那边。那边那边谁？那边。对，而且刚刚那个米总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，那个动静。有声音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感觉是 Mina。Mina。因为我觉得他的眼神也是有点不太对劲。OK。然后他试着要让陈志强感觉说。你看我是吗？你看我是，可他看了一下之后，他眼睛又马上避开，他避开我了。那个时候他又回邓志强，就是故作自信的那一种。而且刚刚这个录影控，然后说还故意找我聊天。真的？哎，我在永和看过你。Mina 真的不是啦。这是题外话，这个。好，都讲完了，接下来就投票，只有一轮投票，票数最高的人就要直接出局。每个人都有一票，每个都要投。OK， 从刚才被点名的人，我们开始依次往下走。你觉得 Nico？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票，一票。因为鸭子刚讲的太肯定，他不能真的不能不讲。好，来，请放下。你觉得嘉乐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两票。嘉乐不错，两个男孩子都投你。好，三票。Mina也是三票。好，来，请放下。你觉得钟林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票。包包遮一下，哎 ，OK， 这样干净啊。你觉得 Mina 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两票。什么？对，所以两票。来，请放下。所以现在一个三票的，嘉乐，一个两票的 Mina，
你们两个人 PK， 只有你们两个人是候选人，一定有一个人要出局。加了三票，来加了二十秒。我真的觉得是 Mina， 然后我觉得不晓得为什么我这两次来，每次都第一个被人家杀掉，就被指认，是吧？被投票最高票数被，然后我都是无辜的，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我会演、会看、会干嘛。对。然后如果现场有些新人，我就很容易被一个人拉票。我真的会，我真的还有感情吗？还有一点，可能你太聪明了，人家会觉得你会痛。洞悉那个，对，或者是说我太认真的在看说谁是谁，所以我就像刚刚只想说，为什么我不怕我被杀？因为我不怕，因为我不是，这不是啊。说，因为我很想要把杀手抓出来，不管我是警察或我是平民，我都是这种个性的人。但是我每次只要一认真起来，上次也是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很安静，我就没事。对。后来我只要一开始认真了，别人就一直投我。OK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很不公平，不可以这样对待一个认真负责的人。相信我，我每次都因为不讲话，然后每次都是平民，然后每次都抽到平民，然后我根本就没怎样，然后别人都会说我看起来就是一副在狡辩啊，或者在挣扎。这些话我好像讲过哎。这些话每个来这然后被指杀手的人都会讲。然后我觉得每次通常就是因为杀手一定要撇清不是自己，所以他好像推给别人，就一定要说不是，就是不是他就对了，不是他自己。所以我觉得，而且刚刚我们这边的人啊。不要脱腮，不要再故作那个镇定了。想说我从刚刚就一直在脱腮，就是我还没录的时候就一直这样。好，二十秒，接下来，嘉乐、Mina 两个候选人，两个 PK， 一定有一个人要出局。七个人，每个人都要投票，每人一票，想清楚啊！因为刚嘉乐票数比较高，从嘉乐开始，谁是杀手，或是其中让谁出局，对你在这个游戏抽到的角色最有利？你觉得经过刚才双方的说辞以后，嘉乐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票，两票，两票，请放下。你觉得 Mina 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二三四五，谢谢。来，你们是请放下。你看嘉乐那一番认真做事的人，感动了大家。谢谢。来，把 Mina 带走。拜拜！我怎么可能每次都被认为是杀手？所以你看，我们节目是很公平的，我们的节目不会因为穿得比较火辣就被留下来。尤其有两个男孩子也参与投票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大家都眼睛都被蒙蔽了，都被他们蒙蔽了。哦，是哦，对，觉得他们都被蒙蔽了，都被蒙蔽了。是是是，我们有拜拜。拜拜，果然有没有？而且比较多活的比较久。而且刚才在过程当中，第一轮跟第二轮投票，钟麟你是有跑票，你本来觉得是嘉乐，没有老师，没有没有，志祥，你有跑票，志祥过来相信，你有跑票，我觉得嘉乐姐真的讲的是有道理，但是我刚才讲了，我只能够确定他是两个身份的其中一个，但他可能是警察啦，但是完了，我不能这样讲我啊，好不好？但是你相信我不是杀手，没关系，那你走了还有一鬼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是六位，你把他拿杀了，快点！刚才过程当中的讨论呢，提供给你一些线索，因为接下来这一轮，照理来说，会玩的人应该可以猜出一半。对，猜到谁会先被杀吗？可能猜到谁是杀手，谁是警察，或是会不会猜到自己小命不保？对 ，OK。那到底谁会是下一轮的牺牲者呢？谁？不要带哦，我好怕，我好怕。确定。天黑，请闭眼。你要露鼻孔哎！来，帘子，请放下。杀手现身，请睁眼。哈喽哈。杀手，请杀人。确认。第二个晚上，我杀沈宗霖的原因，完全是为了哦，他那个哦。没有人玩游戏这样玩的，你不管是平民或是警察或是杀手，没有人在哦哦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我抽到杀手完了，我不会演，因为杀手是最难演的，所以我选择他就是警察。杀手请闭眼，警察现身请睁眼，警察请指认。杀手陈志强杀死平民沈宗霖后，两位警察安然度过第二晚，究竟他们能够找出杀手吗？
三娘教子攻势猛，陈自强无力招架。有些人为了规避一些事情，手段极其残忍。真的，杀了我哎！杀手陈志强杀死了平民沈钟林，而躲过一劫的两位警察又会指认谁呢？警察请指认。知道这意思啊、哦、警察请闭眼。天亮请睁眼。亚瑟，你为什么那么不怀好意的看着我？一睁眼他就一直盯着我。你说什么？他一直盯这一边，他一直盯着我。没有。你说你刚刚的角度，我一睁眼就看到他在看我。所以你刚才为什么投票投他？因为你一开始就一直觉得说你知道杀手是谁了。对。可是你刚刚也有说你觉得你下一轮会出局。不是亚瑟，你知道电视观众朋友都知道谁是杀手，谁是警察，对啊、就你一直指认他，不对。万一人家嘉乐是平民，你这样从录影一开始就开始说他的身份特殊，他绝对不是平民。其实我也知道他不是。我跟你讲，你一直指认他有一个好处，因为你不会被杀手讨厌，因为你指认错人，你没指认到杀手。真的吗？我一直觉得我对。可是你为什么那么确定他不是？我也都能确定你，你这样看你的身份，是不是觉得我？那你觉得谁是？对啊，刚除了说我以外，你没有说过别人，没有说过，觉得谁是杀手？因为有四个身份，两个警察，两个杀手。对。好，不过我们要先解决的是刚才在黑夜的时候，第二轮晚上出局的人，天黑的时候脸红了，终于被杀。钟林，你被杀，我一直以为你是哎。对呀、啊。你不是说他是？他跟他是啊。你觉得他们两个？对啊。钟林很像。钟林很像。很像什么？杀手。你觉得谁？不要因为长相关系评断一个人好吗？我完了。对，没错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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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果是陈志强是。对呀、啊。可是钟林江中的他怎么杀人？我觉得。他就这样子拿下来，从上面拿下来，然后一二三。好不好是这样？然后我们一直以为他等一下，我们先解决掉钟林这一趴。钟林，你觉得谁？我觉得，要么就是鸭子，要么就是志祥。Nico。鸭子或 Nico。对。其中一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觉得他们两个？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对立的。他刚才一直指认他是杀手，投票也只投票他。是个笑话。然后你一直讲他们两个，你觉得他们两个这两个会不会有点矛盾？我觉得其中一个啦。哦。就其中一个。好，你还这个，因为。我觉得他让我开始有点怀疑。我觉得他刚刚就是有讲说，哦，我真的不是，我真的不是，就是我真的不是，相信我。OK， 相信我这样，他就说相信他。嗯，你觉得太假？我觉得相信我，怪怪的。好，那 Nico 呢？他有些，我觉得他有点太镇定。OK， 没有。但搞不好我刚脸红，只是因为我跳舞。对，我跟你讲，黑熊给鬼给鬼，冇可能。你讲大姐，你吗？你是看伊啊？为什么讲大？嗯，志强，哦，志强，我后来发现说，因为他故意用一个那种对方式，大家都不会怀疑他。然后我刚刚想说他怎么，如果他是杀手，他怎么比这样？对对对对。后来我觉得他讲的也没错，他就是这样。这个我想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可以注意一下我这个纹路有没有变。我要做这个的原因，最主要是对观众朋友负责任而已，我不是要对你们负责任。好，接下来大家要讨论，但先把钟林带走。拜拜。钟林，你不是，真的很失望。哎呀，表示鸭子判断。哎，嗨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我有点不太想。我跟你讲，我不会懂。好，鸭子，钟林刚直接点名你，你觉得？我真的不是啊，各位朋友，如果看到我前几集有抽到杀手，我的状态应该不是这样。真的吗？那应该是怎样？我状态会比较不讲话。还是这样。你又回到我身上。不是，我刚刚不是回到你身上。
他一直在你身上，一直。那这次加了有任何其他多一层线索吗？没有，因为他刚跟那个 Mina、Nico 在对决的时候，嗯，哎是 Mina、Nico、Mina， 他跟 Mina， 哎 Miso、Mina， 到底谁啦？Miso 是第一个走的，他跟 Mina 两个对决。他跟 Mina 在对决的时候 ，Mina 明显说不过他，嗯。但是说不过我就代表我是杀手，那只有真性情表露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因为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志强，其实我们刚刚东莞没有人看牌的时候，他就先看，所以他自己知道他是谁，那他就锁定一个人，他然后从头到尾都锁定，就秉持了自己是杀手。他什么时候看的？我跟你讲，我是这八个人第一个看牌的。对，他是说志强看完自己的牌以后，知道自己的有什么身份以后，他就故意开始设计那个梗，是这个意思。对，然后所以他一直指嘉乐。也许嘉乐姐可能是警察，那他警察杀手杀警察是很正常。哦，就是不管他讲他的身份，那不就早就要杀？那为什么不早一点杀呢？对啊，那早就杀了。天黑请闭眼的时候，他又确定嘉乐姐不是杀手，所以更可以杀他。哦。但他没有杀他，不是。我如果知道他是杀手，我就死。我如果知道他是警察，我就杀他就好了嘛。你讲那个理论，可是因为你要摒除自己是杀手的这个嫌疑，所以他一直锁定嘉乐姐。哦，他想要，因为他说他的身份怪怪的。对，所以怪怪的话就只有两种身份，对，一个是警察，对，一个杀手。你觉得是谁？好神论哦，玄。我本来觉得是 Nico， 嗯，但是在钟林被杀之后。刚刚那一整段话里面，我觉得鸭子的可能性越来越大。哦，因为鸭子也是锁定越来越大。但是，我现在还是觉得是 Nico， 是因为刚刚我们在讲这么大一篇的时候 ，Nico 真的好正。哦吼。他也不敢笑，也不敢怎么样，他没有参与。对。他没有他自己的情绪，他就一直在惊。嗯。他真的很惊，然后他今天第一次来，所以他的那种。太容易，而且第一次来的人很容易抽到杀手，很容易。哦，真的？哪有？我自己第一次来，我第一次也抽到杀手。OK， 对 ，OK， 我就赌了。既然这样子的话，就这五位，想清楚，谁出局对你最有利？每个人一票，每个人都要投，我们一个一个往下走。OK， 你觉得嘉乐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、二，两票，来，请放下。你觉得 Nico 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二，两票。好，来，请放下。一票吗？你觉得鸭子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零。哎。你觉得志强是杀手的？所以你觉得志强是杀手 ？OK。两票，两票，一票。嘉乐，两票。Nico 两票，只有你们两个人同票 PK。候选人只剩你们两个人，一定有一个要出局。你已经浪费那票梗了。没有，不一定。你今天梗做太多了，你要让人家觉得你是平民。Nico， 二十秒。因为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，所以或许我就是表情没有很，就是都一直很镇定，是因为我有些游戏规则还不太了解，所以你知道我不是杀手，真的。OK。不是，如果说第一次来游戏规则不了解，抽到平民，他应该是轻松的，他觉得他身上没有太多的责任，他只要看就好，我跟着走。但是他的表情是不放松的，他每一次出来都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只是反其道而行？可是如果你是平民，你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？你要让人家来注意你吗？这是不合理吧？这样镜头比较多，不然他今天穿这样。就这两位候选人 ，Nico、嘉乐两个人，一定有一个要出局，五个人每个人一票，想清楚，谁出局对你接下来最有利是谁 ？OK， 想清楚哦。你觉得 Nico 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二三，三票，来，请放下。那一样，那嘉乐应该就只有两票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们两位，来把 Nico 带走。平民 Nico 出局后，局势已对邪恶方不利，到底杀手陈自强要怎么逃出升天呢？
这次投票 ，Nico 遭到淘汰，而四面楚歌的杀手陈志强会有亡羊补牢的机会吗？玩过这个游戏都知道，就是只要两个杀手、两个警察出局的话，游戏就结束。来，恭喜你们四位，准备下一轮。最少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杀手、警察在你们这里面。问题是他是谁？来，天黑，请闭眼。帘子，请放下。杀手现身，请睁眼。杀手，请杀人。确认。在这个晚上，我要杀的是嘉乐姐的原因，因为我早就确定他是警察，所以我把他留到最后一个，有把握的留到最后杀，前面先随机看能不能瞎猫碰到死耗子。杀手，请闭眼。警察现身，请睁眼。警察，请指认。知道意思啊？警察，请闭眼。天亮，请睁眼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俩会觉得人性很黑暗？刚不是就是天黑请闭眼而已啊？为什么一个晚上人生会有这么大的体会？太恐怖！就是有些人为了规避一些事情，手段极其残忍。真的，吓到我哎！真的，太没有人道，太没有人性了！真的，我对这种人不耻不屑。让严家乐这么生气，我错了。这是怎么？这像三娘教子吗？这发生什么状况？没有三个警察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OK， 好，你知道，人有很多时候你不得不相信人的那种直觉。我知道，当人觉得说，真的，你想看嘉乐为什么刚才一天亮，然后会这么样跟发狂一样？因为当他知道，世界离他越来越远的时候的那种感觉，嘉乐是因为这样吗？一定是我被杀了！来，嘉乐被杀，你就是那个没有人性的人渣，人渣就是你，就是那个怪怪的那个人渣，怪怪的，自以为绑着头巾，什么都神不知鬼不觉。我很怀疑，为什么他没有？嘉乐，你说的人渣是他吗？是，他现在把梗丢掉了，因为他不需要这个梗。对，好，你可以说，他从一开始就一直留着他，对，利用这个女人，对，像个男人。他好死不死，我运气还不错，可以撑到现在。真的，我如果一跑就被他干掉的话。就赢了，对，不是我生气的，他就是，不是我现在，我现在生气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不是杀手。所以你前面猜错了的意思。没有，我生气了。你说他一定是角色怪怪的，因为收麦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不录了是不是？我以为不录了。好，那要投票吗？投票，不是哎。那我就直接先问，你觉得鸭子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三位，没有。那你觉得 Vicky 像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也没有哎。那接下来就要问，你觉得？刚才在严家的口中，你叫他叫什么？人渣。干嘛这样？你觉得？人渣。陈志强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自己举自己。好，请放下。我知道志强的感觉，他是觉得说他玩这么多把，从来没有一次到最后会是这样，就干脆自己举手算了。志强，为什么最后会这样？错在哪一步？因为我一直太注意严家乐，我把所有的 focus 放在身上，因为来亮牌，我是杀手，来各位可以出来了，
警察是谁？可不可以两个告诉我？好，来准备亮牌。鸭子，如果是鸭子的话，嘉乐姐太会玩了。好，来嘉乐先亮牌。警察。对啦，怪啦。好。还有一个杀手先亮牌，米娜。就是 Mina， 不是啊。来，还有一位，最后一位警察亮牌。Licky， 那问题是志强，你为什么晚上不杀嘉乐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因为警察有两个，是，而且我知道他是杀手。当然，因为你们两个人是杀手啊。我没有看嘛。第二局，你刚才是闭眼睛的，已经走了。我看的那闭眼睛的，我偷看的那次他已经走了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一开始问已经大概猜他是杀手。嗯，那为什么后来投票的时候我不投嘉乐姐，要投他？因为我知道形势已定，对，局势已定，大家都要投他，我投他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，我就投他，我跟着投他。我很怕大家追问我这个点，为什么你要后来要跑票？嗯，还好你们都没有问。所以特强变人渣吗？不是，还好他玩到最后一轮吧。还好玩到最后一轮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呢玩得很精彩，最后呢靠大家抽丝剥茧，我们要恭喜最后留下来的警察还有平民鸭子还有 Vicky 获胜，恭喜。那当然谢谢今天现场所有来宾的参加，也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，感谢请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拜拜。